放假。我哋两个人相依为命。佢今年5岁，佢今年3岁。仲有谁？边个？妈咪。仲有啊，所有人都系啦。你要做小朋友嘅朋友，咁佢先会同你靠近，有咩嘢先会同你讲，咁你先会有沟通。平时即系冇咩时间，真系。好像其他家長咁樣陪小朋友做功課啊，或者做其他啲嘢啦。我比較忙，所以我好需要佢嘅獨立。我覺得有啲嘢咧，即係自己要管理好自己，就要首先從獨立開始。你唔好去俾人哋麻煩咯。我從4岁開始嗌我自己沖涼啦，沖得乾唔乾淨我比較唔理啦。咁5岁嗰時就要自己搞掂曬咯。即係有時生活上嘅一啲嘢咧，我就開始放手俾佢自己做。在我的大原則下面是自由的，我要教識他什麼叫自尊、自愛，跟住自強和自立。如果講緊仔女需要獨立，是需要父母去用少少心思去培養的，亦都是講緊父母對個仔女的信任度足不足夠，是要由細培養。你起碼要俾佢感覺到你係信任佢嘅，無論佢做咩嘢，你要俾一個足夠嘅信任度俾佢。比如講，我教咗佢點樣煮飯啦，咁我會放手嘗試俾佢自己煮，我信任佢，佢會煮得好。等佢煮完翻嚟嗰時候，佢問你嘅時候，佢煮成點？哪怕唔係咁好，我都好信任，話俾佢聽，你煮得真係好好食。即係唔單止一個信任，仲要喺呢個俾個信任嘅同時，都要俾個信心佢。李小姐有樣嘢好嘅，佢真係會去俾個女學習愛同被愛，等個女咧喺嗰個過程裡面學習點樣去尊重別人、關心別人。媽媽經常都講自己唔係覺得同佢嘅關係好似家姐啊、妹啊咁樣，所以佢會將自己一啲內心嘅感受同個女分享，咁即係可以同小朋友講自己內心嘅一啲嘢，咁小朋友自然到佢有困擾嘅時候都。敢於同自己嘅父母傾訴，其實相對嚟講可以減低一啲社會問題咯。十蚊一隻蛋。嚇、啊？俾個蘋果攞住。得㗎。哇！咩嚟㗎？蛋咯。而家我哋成日強調好嘅親子關係啦，咁其實溝通就係中間即係爹哋、媽咪同埋小朋友之間嗰度橋梁啦。哇！你個唱歌聽下喎 ，One Little Fingers 咧今日。嗯。One little finger, one little finger, one little finger, lap lap lap。即係我個仔嘅話咧，佢一出世一個禮拜翻嚟之後嘅話咧，我哋經常性同佢一齊講嘢嘅，包括佢駝住佢個即係駝緊個仔嗰陣時候嘅話咧，我已經係對住個仔喺度讀書啦，講故仔俾聽啦，唐詩。有不可、啊、老何為？不成器，人不學，不知嗰陣時對住佢，真係好似一個傻佬一樣噶，揾個手按住佢個肚，然後嘅話對住佢讀書噶。所以佢好細個，其實佢未出世嘅話咧，我揾個手按喺個肚嗰度咧，佢個手會頂我噶，即係喺媽媽個肚嗰度咧，佢喐下喐下手仔頂下我個手噶，啊知道嘅。咁到佢好差唔多出世嗰陣時候啦，我話佢因為話頂住個媽好痛，我就話佢幾句對住個肚即係肚皮啊，話你唔好咁曳啊，再曳嘅話打你或者唔要你嘅咁樣，有3日冇喐過，嚇到佢不得了。個社會發展啊，一路進步嘅時候，仔女接收外界嗰個信息咧，好多時會比係父母會快嘅。可能互聯網啊、電視啊、同輩啊，唔同嘅資訊會接收到。咁如果所以父母想能夠了解佢哋多啲咧，除咗同嗰個出邊個世界接觸得緊密啲之外咧，最好都係同仔女溝通多啲。了解佢哋嘅興趣喺邊度啊？佢哋日常生活遇到啲咩困難啊？咁樣。我早餐哦，咁咪嚟我啲宵夜唔該。得啦。得啦啊！你已經食咗啦。
該俾我一杯啊！所以即你如果想個溝通是融洽的，你的仔女有什麼都跟你說的，那就要從小開始做，不是說即突然間這樣到他十幾歲或者六七歲你才跳出來做這件事，沒可能做到。現在他兩三歲已經是將所有東西跟你分享，我們都是用分享的，即我們說什麼我們都說分享，很開心的不開心的你都懂得跟人分享，咁我覺得係我好強烈嘅一個，即係話一個意識係俾佢嘅。但係佢收唔收到我唔知，因為佢太細。兩隻手俾人咯。譬如很多時候我見到一些叫親子關係健康的家庭裡面，爹地媽咪傾向會用一個方法是聽了你說先，聽完曬了他才慢慢再給一些意見跟他傾翻，究竟父母心中想那件事是什麼嚟嘅。我發現這個方法挺有效。老师是老师啊，我是老师定系老师啊？而家快啲讲对唔住啦！好啦，完啦，你一次啦。仔而家就算佢咁细都好啦，佢翻学咧，譬如翻托儿所啦，翻佢之前嘅英文班都好啦，佢上堂里边老师做咗啲乜嘢啊？同学做咗啲乜嘢？有边个有翻学？有边个冇翻学？佢每晚翻嚟同我哋倾偈嘅时候，都会讲翻俾我哋听咯。即系譬如佢今日喺学校有咩乖啊，佢又会讲。就算佢有咩曳，佢都会讲噶喎。即係譬如我今天問他你乖不乖啊？今天翻學有冇發生啲咩事啊？譬如他擁人，咁佢話俾我聽，我今天有少少曳咯。咁咩曳啊？我擁人咯。佢即係會講翻俾你聽，搶人哋玩具啊，咁佢會曳。咁譬如有邊個同學蝦佢或者打佢，咁佢都會講嘅喎。即係譬如佢話今天阿邊個啊擁我啊，不過我好乖，我冇擁翻佢。佢即係會咁樣講翻出嚟俾我哋聽咯，即係自細你要有呢個培養俾佢咯，俾佢習慣咗溝通同你講嘢。喺學校發生咩事，自己身邊發生咩事，話翻俾你聽，咁變咗你將來就唔使去揣測佢或者猜估佢到底佢係做緊乜嘢，做啲乜嘢嘢，好嘢朋友定係唔好嘅朋友，身邊嗰啲你好似乜都唔知，咁突然間你要將你小朋友所有的東西抄出來，他不可能將他所有的東西全部一次過攤出來給你看嘛，即是你自己慢慢去了解他，然後他慢慢自小到大都是這樣講給你聽，那他就會覺得一個很自然的反應，自然的行為動作講給你聽。每一次當你的小朋友想講他那天發生的故事給你聽，在學校跟其他小朋友的關係跟老師的東西給你聽的時候，你這麼快就跳出來打斷了他，咁變咗個小朋友就會學識到啊，其實我每次講換嚟嘅都係可能係一啲批評或者係一啲負面嘅聲音嘅時候，慢慢佢就會學習到講少啲，講少啲。一直一路到九點半之前，那段時間一定是設死俾個仔噶啦。幾忙我哋都俾，幾忙都係俾佢噶啦。所有嘅嘢掉低曬咯，即係你翻嚟就將所有入去沖涼，掉低公事包，工作上面嘅嘢就係放低噶啦，已經唔再做。等個仔瞓咗覺之後，寧願做到一點兩點係自己嘅事咯。即係睇下你自己衡量，你係將自己個仔女擺第一位。定係將自己嘅工作擺第一位咯，其實雙職家庭就有呢個問題。係啦。
好，開始點名先。開始點點名先。點咗啊？好。呢個咩嚟？我睇唔到喎。我睇唔到啊，天！睇唔到都唔睇，你睇唔睇到啊？睇到。我個老師好好機噶。咁我哋而家都係同個仔都係咧，有陣時我哋去做啲乜嘢或者有啲咩事情，我哋都會同佢講嘅，即係我哋工作嘢都同佢講。自己開始先啦，自己講俾個仔聽先，咁個仔先至學你的模式，將佢嘅嘢講翻俾你聽啊嘛！即係你由細到大，你都唔將你自己嘅嘢講俾啲仔女聽嘅，咁變咗啲仔女都唔將自己啲嘢講俾你。我教高中嘅，高中嘅情況我同佢講，佢唔信唔緊要，我帶埋佢去。點解咧？好簡單一樣嘢，我教到高三畢業典禮，咩叫畢業典禮佢都唔知道，咁我咪帶佢一齊借書，借書我帶埋佢去。嗱，爸爸媽媽爸爸嘅話，呢啲就係爸爸個學生嘅。個個哥哥姐姐好高好大噶嘛，佢見到哦，原來呢啲係爸爸嘅學生嘅話，咁佢自己亦都知道，即係話要乖啊，要乜嘢嘅話，佢會係知道咯。所以我係好主張細蚊仔係多見識世界，多見識社會上嘅嘢。我哋有時都會帶佢翻學校啊，即係我哋嘅工作環境啊，都俾佢睇下。俾佢知道嘅，我哋係由細到大都俾佢知道嘅。我接觸好多小朋友咧，同佢哋傾偈，問翻喂，其實你爹哋媽咪做啲咩㗎？好多小朋友都答唔到嘅，而家係啊。變咗佢對真實個社會同埋嚟緊個方向咧，係唔係好清晰？咁一路埋下啲伏線，就係你會見到啲中學生啊，面臨畢業嘅時候咧，佢哋冇個方向，究竟啊，第時我投入社會應該做啲乜嘢啊？嚇，有啲乜嘢工種會適合自己？因為佢對呢個真實嘅社會認識唔多。何謂溝通呢？我除了爹哋媽咪和仔女之間的溝通互相了解之餘，父母之間的溝通都很重要。究竟你是想培育一個怎樣的小朋友，條界線或者那個期望是在哪裡？我只是想他以後長大了，他自己可以找到份工，有一個開心的家庭生活，即是做一個平凡人，得到一個平凡人的幸福快樂就 OK 了。阿姨，哇！唔使壓佢落去嘅，傻豬細細力就得噶啦。只係一樣嘢，就希望健康、快活啊，咁啊成長，將來係可以造就社會嘅。呢邊咧？